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在韩国只要是身心健康 满28岁 的男生 都必须要当兵, 所以在明年 1993年 到1994年 出生的男男女们, 除了读研究生, 健康, 或者是法律认可的个人原因延期之外, 就必须要当兵,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2年 会有哪些人们当兵。 X Zabi 머리로 봄이 내려 안 잡아걸릴 problem 저 벌릴 날이 많아 있어 봄 하시안 노태현 몬스타엑스 미녀 몬스타엑스 기현 SF9 영빈 가세븐 제이비 엑소 카이 몬스타엑스 형원 위너 강승윤 아이콘 김진환 아스트로 MJ 하성운 엑소 세훈 펜타곤 홍석 베이식스 원필 NCT 태연 엠플라잉 차훈 SF9 인성 엠플라잉 재현 SF9 재윤 킨탑 니엘 갓세븐 진영 몬스타엑스 주헌 最后 방탄소년단大哥 其实是1992年12月4号 出生本来应该是要在满28岁的2020年就要当兵 但是因为韩国兵役法修订案的通过 曾获得武功王勋章的방탄소년단成员们 都可以延期到满30岁当兵 所以其应该会在明年底当兵 我们下。